青竹径黄沙菜，偷看破瓦朝前迈，宽大故里和山外，一包人换不带，一股清气揣满怀，一股清气揣满怀。活着就不想重来，不想重来。山外，一帮人换不带，一股清气揣满怀，一股清气，一股清气揣满怀，轻轻松松，痛痛快快，透透亮亮，正正白白。松松痛痛快快，透透亮亮，正正白白，摇摆停止，两手一甩，活着就不想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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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想重来。远方有那样一抹色彩，远方有那样一抹色彩。我来了。医院的孩子的手术情况怎么样？这个孩子换肾手术是我亲自做的，效果非常的理想。如果不出现这个特别强烈的排异反应的话呢，这个孩子很快就会好起来了啊。三哥。嗯。那个骗吃骗喝的郭雅人来了，你见不见呢？见呢，怎么能不见呢？我告诉你，圆圆，这小子文章写的真好啊，那情山呢，叫绝呀，真的。可是这十万块钱买一千字儿，是够绝的。你呀，妇人之见。我告诉你，做生意有时候就是要花钱买你看不见的东西。这叫无形资产，你懂不懂？啊！哎，你别愣着，快把他叫进来。好。进来。吴总。哎呀，老休息呢。哎呀！来来来来，赶紧把包卸了。那个洗个澡。我叫我小姐给你按摩。不洗，你别扯了，怎么的？那好，你喝点水。你说我这个人怪了啊，就是愿意跟你们这些新闻界的朋友打交道
你先看看这个。这是这些年呢，我新闻界的铁哥们儿给我发表的文章，啊，你算是抛砖引玉，首立奇功啊。这个崔副市长大会上讲，小会上说，而且呢，你那个文章我告诉你，老郭，马上各大报纸就要发表了，啊，你说我得怎么感谢你？哎，谢什么呀？本职工作是我该做的。这样啊，今儿中午呢，你哪儿也别去，咱哥俩把酒喝透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下午别客气做啊，就这么定了。走，老郭，快点！好，看你高兴。走，来，我这盛情难却。麻烦啊，王叔叔，漂漂亮，漂漂亮，来，过来，叔叔快坐。谁给你叠的？佳佳，妈妈给。佳佳，教教我怎么叠。没有，妈妈在学呢，我也不会叠。看看能飞，能飞，飞一个。它飞多远？啊，还没飞进来。哎呀，叔叔，哦，等一下，坐这儿。所以呢，饭店挺火，然后呢，我又开了一个大饭店，再加上一个特种动物养殖场。老哥，我知道。我知道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他看不起我，啊，说我这个人没档次。老郭，你说什么叫档次？啊，你记下来，我告诉你，有钱就他妈有档次。三哥，你喝多了吧？说点正经事儿嘛。说正经事儿。老郭，我还得用你这支笔给我猛劲儿的宣传，我不会让你白写的。哎，放心，胡总的事儿我一定办好。好，我爱听这句话。半年前呢，有个东北的老教授给我引进了一种兔子新品种。你说这败家玩意儿是一个月一窝，一个月一窝，一窝就是十几个崽，我现在真的养活不起了。你的意思，你这样，你在写的时候大体上这样，就是号召啊下岗的，还有工人，全民养兔，我回收种兔，这叫借鸡下蛋，借窝下崽。你说这个兔子叫什么品种啊？兔子叫北极兔啊。北极兔，这没听说北极还有兔子呀、啊？北极有没有兔子这玩意儿我不知道。北极有狐狸吗？叫北极狐。我那个兔子就是跟北极狐杂交出来的。哟，这兔子跟狐狸还能杂交啊？现在人都能克隆了，何况狐狸和兔子呢？那个老教授跟我说，这个叫什么啊？对，转基因动物。哎呀，这还真，这没听说过。这兔子长得还像狐狸啊？我也没看见过。你说你管它长得什么样干什么玩意儿？关键是它那个皮毛，北极狐的皮毛，那是极品。我这北极兔是极品中的极品。哎呀。外行外行，我还真是孤陋寡闻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个事情啊，我一定给你办好。啊，我呢给你写一个专访，不仅在省里发，而且还要在中央发。好，好啊，老郭，我就爱听这句话啊！你卯劲儿给我商量，我胡三龙不会白了你。来，干！来，啊。
传奇人物再传奇。给谁吹捧的？给好处了吧？没有。狗屁！没给好处，你能连夜干？我不行。我说你说话怎么总那么刻薄呀？啊？这海风还真凉，你冷吗？我不冷，我这心里啊，热的。如果你要是冷的话，你可以搂着我。我不冷，我真的不冷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好像真的离不开你了。我现在也有这种感觉。哎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儿？今儿你这衣服啊，被我征用了啊！是个约会。哎，你小子不是挺聪明的吗？告诉你说啊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在等着我呢。给你。好啦。孩子，还有三天就出院了。还有三天就该出院了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你坐下。我已经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。自从孩子生病以后，我经常陷入绝望之中。我真得感谢上天，让我认识了你。就好像我的身后有一座山，能为我遮风避雨，我不再孤独了。因为我有了依靠。从一开始，我只是把你当成了报道救助的对象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只要我一闭上眼睛，这满脑子里出现的都是你的影像，把我心里弄得，怎么说呢，又痒又乱的。我也从来没谈过恋爱，我也不太懂，这算不算蒙上了爱情啊？那当初我要把我自己送给你，你为什么做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？我当时我真没往这个方面想，再说了，你也不是真心的呀。孩子他爸
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再说我们俩也不可能啊。可你也不能这么耗一辈子呀。我记得好像法律上有这么一条，如果一旦婚姻的一方失踪了多少年，这段婚姻就算失效了。我记得法律上大概是这么想的。这样我回去查一查，如果是真的话，我毫不犹豫地娶了你。可我是结过婚有孩子的女人，再说了我也比你大。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？我不在乎这些，我不在乎。哎，跟你怎么还穿着我衣服呢？什么时候还我呀？有人有人就先走，有人就是很正常的，又不是有鬼。你看看你们这人，你现在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这儿还有位女士啊。哎，这就是那个年轻的母亲吧？是是啊。我走了，我不打扰了啊。走吧，赶紧走吧，祝你幸福。我吓死我了。不好意思，嗨，那有啥呀？玄格，我好哥们儿，铁哥们儿。哎，我看门关好没啊？啊，我将来准备把那片地我全部都扩进来，我还得扩大规模。老郭，现在这个北极兔价格是直线上升，你功不可没。哎，这台车，来，拿着。啊！别，这归你了。我告诉你，将来我随叫随到，你得给我发稿子，该怎么写就怎么写。哎，这合适吗？看看。哎呀，这真是，这。哎。老郭。生意人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，我想将来我富了，你肯定穷不了。哎，丹丹，我媳妇在吗？哎呀，那啥了？上医院了，你孩子有病了。是吗？在哪医院？在市医院，你快去吧。请问，哎。不回来，晚不回来，你现在回来干嘛？你他妈就不带说的。哎，这小雨滴滴答答的，还挺了人情思啊。起来，咱哥俩来个雨夜对酌。
美在，起来，来喝热汤。行，快起来，喝两口啊，什么心事都解了。哥们儿完了，怎么完了？你也知道，哥们儿平生第一次有了爱情，就是爱上了这个女人。你小子平时没心没肺的，看来对这个女老师还是真动感情了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她丈夫。你不是说她丈夫离家出走两年，一点音信都没有吗？据那小子讲，他离开家就到了海南，先在一家公司里打工，后来熬上了业务主管，再后来海南房地产热的时候，他和朋友合伙炒地皮炒楼花，炒来炒去就发了。在房地产降温的时候，这小子提前把钱筹回来，开了一家公司。这不，刚上路就回来接他们母子了。这两年一个信儿都没给家里人呀。据那小子说，当初他离开家的时候就下了决心，不混出模样来，绝不给家里打电话，绝不和老婆孩子见面。有点邪劲。你那个小曼怎么想？人家毕竟是夫妻一场，再加上有个孩子，血浓于水啊，他能不原谅他吗？那你们俩的事儿，小曼都如实跟他说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他能谅解，他让小曼做出抉择。那小曼怎么说呢？他现在非常矛盾，左右为难。佳佳已经康复了，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他是带着佳佳跟他回海南，还是跟着我留在这儿，就要做出选择。这可真是个难事儿。我能怎么想？我能怎么想？目前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就是退出来呗。佳佳，你做得对，男子汉大丈夫，生于天地间，就是为了让人幸福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就这么决定了，明天你就和他走吧，我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挺过去的。我没骗你，我从来就没有骗过人。我真希望你能骗我一次。
哪怕是再骗我一次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走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他们父女俩还在等着你呢，明天我到车站去送你。小小，我真的不想走，但又不能不走。难道你我的命中注定是要这样的分手？但是小小，你记住，不管走到天涯海角，你将永远是我心中一块纯净的明珠。小小，我觉得我有千言万语要对你说，可我现在心痛欲裂，想不出来要对你说什么。小小啊，我走了以后，你一定要珍重啊，一定要珍重，一定一定。这张存折上有10万块钱，是我女儿她爸爸让我交给你的，说是对你的补偿。我了解你的人品，你是不会接受的，因为你会觉着这是对你的一种侮辱。我的女儿之所以有今天，是由于通过你们媒体的呼吁而得到了社会上无数人帮助的结果。人要有良心，要有善心，别人怎样帮助我，我就应该怎样去回报别人。这样吧，这10万块钱就请你以我和女儿的名义捐赠给孤儿院吧，那里有更多的孩子需要人们的帮助。小小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帮我把这件事情办好，对吗？各位老师，各位老师，请大家放心，我以我的人格担保，从下个月开始，大家的工资照常发放，啊，这剩下拖欠的工资呢，我们也将逐月的给大家补上，大家看看这样行不行啊？梁兄弟，啊，我们这些当老师的，谁也不愿意扔下学生，课也不上，到这儿来上访，给领导添麻烦。是。好。如果县里边财政确实有困难，嗯，我们也可以体谅。但是据我们所知，我们的教育经费被县里的财政局局长擅自借给了一家建筑公司，这是违法违纪的。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？我们希望县委、县政府能彻底查一下，最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。好的，好的。请大家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们将一定会认真的调查处理，好不好？请大家相信我。咱们各自啊都有各自的工作，今天是不是就谈到这儿，好不好？我再说一遍，我梁超说话是算数的啊，绝不食言，好吧？啊，大家都请回吧，啊，回去工作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要耽误工作啊，请回吧。大明，我说你这个书记当的不错呀！啊，闹闹，来来，进来，全哥，哎，我不给你。
10万元。十万？这还有错啊？您啊，在这个捐款人这栏里啊，写上陆玉曼。10万可不是个小数字啊！捐款人有什么要求吗？这样吧，您啊，在这收养的小女孩里头啊，挑选一个温柔一点的、秀气一点的，给她起个名字，叫陆玉曼。作为监护人，我会经常来看她。嗯，等会儿。等一会儿啊，师傅，对不起啊，没零钱了。我说你们二位怎么是不请自到啊？电话里不说好了吗？我们为政府工作监督这个栏目来的。哎，怎么样？新官上任，没推出什么新举措呀？哎呀，啥新举措呀？我这刚一上来呀、啊。就跟这些贪官污吏们干起来了，你说，哪腾着时间来搞别的？不把这些人给摆平了，哎，清理掉，老百姓不服，不服，我啥都干不了。那你可要前后受敌呀、啊！你说的没错，这些人已经上上下下编织了一张层层叠叠的大网，想跟他们开战，还真的准备鱼死网破呢。啊，对了，我得马上去参加朝委会。你们俩，我说，我这样，叫你们俩列席朝委会怎么样？啊，求之不得呀、啊！走，大家到齐了是吗？啊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两位啊，是市电台新闻部的两位记者，今天我特邀他们来旁听我们的朝委会啊。今天开会啊！今天下午一上班，全县的教师派代表到县里、县政府来上访的事情。他们反映，县财政局局长挪用教育经费，给他的小舅子搞什么建筑工程的事儿。这件事儿，我从其他的渠道也获取了同样的信息。当然。我来的时间短，不太了解，所以在这里想听听大家的高见啊。哎呀，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你总是给我惹麻烦。当初你要承包隧道是我给你办的，结果怎么样了？你给弄塌了。你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儿才把这事儿摆平啊？要不你早就进去了，懂吗？嫂子，你的恩情我忘不了，但话又说回来了，我得到了好处从来没独吞过，什么时候也没落下过你啊。我说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这样吧，你把挪用的500万赶紧给我还回来。我们这儿来了一个新的县委书记，霸道得很，这回怕是真要下手了。嫂子，我搞的3栋楼位置选的不好，现在连1户都没卖出去呢，你叫我拿啥还这500万呢？那你要是这样的话就把我害惨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你赶紧给我想辙去，要不我好不了啊，你也完了。那好，那么这件事儿先放下。再说一说县公安局局长的事儿，截止到目前，我已经接到了50多封举报信，举报县公安局局长与社会的黑势力来往密切，已经成了他们的保护伞了。在举报信上说，凡是有利可图的案子，这个局长都要亲自审问，开庭的话一律都一样，上面有人吗？有人就拿条子来，没人就拿钱来。
他自己还给自己编了个顺口溜，说什么摸到我抓了放，放了抓，抓了不放没钱花，还挺押韵的。不知道这位局长大人是否确有此事，也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否有所耳闻，这件事儿也拿到桌面上大家来议议，好吧？你们是我手下的四大金刚，有点事儿我得跟你们通下气儿。姓梁的小子怕是要下手了，我们得防他一道。你们想想还有什么地方有漏洞，能堵的要抓紧堵上，这关系到咱们身家性命时，绝不能糊涂。谢谢说，张书记你先说，还是先听听大家的。要不赵县长你来说说。我，你说这怎么说呢？既然大家都不想说，那就只有我来说了，好吧？那我就说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咱们县的各项综合指标在全市的八个县当中排名是倒数第一，财政赤字，经济滑坡，社会治安混乱，黑恶势力横行，等等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原因何在？依我看，这个症结就是出在于腐败上。据我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看，我们县有一半的中层领导干部都存在着腐败现象。以上提到的两个局长是代表人物，大家想一想，像这种腐败的势头不加以遏制，这样的腐败分子不加以清理，那么正气很难竖起来，各项工作也无从开展。因此我认为要严肃地查处腐败问题，这件事儿是我现在头等大事。要查腐败，依我看就要从刚才提到的两个局开始。我建议啊，以县委的名义由纪检会牵头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，进驻财政局、公安局。以上的两个局长暂时停止工作，回避一下。我的建议，请大家讨论一下，啊，表个态。既然大家都不想表态，那咱们举手通过。同意我的建议的请举手。我再说一遍，同意我建议的请举手。好嘞，就这样啊，拜拜。哎呀，还有十分钟才下班呢。哎，我说，咱几个玩会牌吧啊，正好我这有牌啊。来来来，反正这阵儿也没。就是，快点来，王小小，王小小，你还失恋呢你？哎呀，赶紧站起来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你得拿得起放得下，快点儿。赶明儿我给你介绍一个。实在不行，我也豁出去了，我填坑行吧？那你得倒贴多少我才能干？来来来，
不行不行不行，来来来，王老师快点、哎、不是我不会玩这个，真的。王老师你就坐下吧、哎、来坐下。哎呦，哎，咱可说好了啊，不能白玩，得带点刺激的啊。我那我更不能玩了，不带点刺激的没意思。哎呀，来，二四，要不要？要，不要，慢慢想。嗯，你豆七、嗯，弄什么神儿啊？我不管，你说。对，开，六四，我一今儿。我管不了。出啊你俩。我管不了。你还想出？啊！快点快，王老师，王老师，怎么回事儿？你们看看表，现在是几点钟啊？这离下班时间还有五分钟呢，你们竟敢在这明目张胆玩牌呀、啊？老王啊，你说你，收起来，快收起来，该干嘛干嘛。你看。我说不玩吧，你非得要玩，那影响多不好。大明，这个酒店档次不差啥吧？挺凉快。先生，您想吃餐吗？哎，问一下，还有包间？对不起，先生，今天所有房间都已经订出去了。一个都没了。对，因为今天晚上是财政局局长包宴。哈，这么说，财政局有喜事儿？小姐。三位看来是外地人吧？啊，对，啊，我们县这位财神爷本事大了，上上下下没人能扳倒他。这不，今晚赵书记、张县长都来了。听说县委新来了位梁书记，想拿这位财神爷开刀。今天下午开了个常委会，一表决，结果姓梁的自己投了自己一票。其他常委全反对，没办法。哎，那这个姓梁这小子啥样？这小子刚来两三个月，从来没在公开场合露过面，不认识。啊，全包出去了哈！我说这外边真那么可爱。啊，欢迎下次再来啊！好。哎，小姐，你们这还有包房吗？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们酒店今天晚上全包出去了。啊，等等，让我猜一猜，是不是县公安局局长包的呀？您怎么知道的？哦，对了，您是局长请来的客人，能您楼上请。啊，我要是上去了，他们的酒席还不得散了？行了，别讨厌了。好了，我们走了。哎呀，连吃饭的地方都找不着了呢。梁书记，嗯，我觉着我们好像被跟踪了吧？什么？不可能啊！哎，大明，刚才咱们那个饭店的时候，有一个买烟的小胖子，你有印象吗？我没印象，一直盯着咱们的。我说老梁啊，我们大老远来到你这儿，连个安静吃饭的地方都找不着，是不是太惨了？大明啊，别把青山县瞧扁了，走到城外去。到城外。